油锅谁来了？这有点坑哎，这也忒少了。这块骨头切跑偏了，宝贝们，好吃的牛骨髓又来了，有好多宝贝期待我再次吃牛骨髓，今天给大家吃一个，看看，这回这个骨髓聚的特别大，满满的油，简直太香了。再配上个大蒜，全是油啊！上头神器牛骨髓，哎呦我，
骨髓。牛骨髓，太香了！有点坑呀，太香了！哎呀，牛骨髓。来个吸吸骨髓，这块骨髓多。
有点煮飞了。牛骨髓，来个牛骨髓大棒。全是油，来加点辣椒，过瘾。来加一点辣椒油。
好吃的牛骨髓又来了啊！啊，我跟你们说，就现在这老爷们儿，可真是的，真的有的好老爷们儿真不如一个好老娘们儿。这一天嘚嘚嘚嘚嘚起来，可真没完没了。又说我这骨髓又怎么怎么地，怎么怎么地，咋样？不你买回家炒上去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是不是啊？真的。妈呀！就看两只骨髓，还没看着。玩个样的，真是那个呀。骨髓和骨髓不一样，因为它有的黄，有的不黄，你得看啥材质，那个啥牛，对吧？有的那牛确实不中，再就有的是在网上买的冻过的那骨髓，冻过的骨髓它也不是这样式的，都是新鲜的。我没炖那长时间，所以说这有的筋头子吧，我真是咬不动了。哎呀，啊，简直是太好吃了，我成爱吃了，我跟你们说。简直太好吃这不用料，不用料了。哎呀，不出来呢。家人们，牛骨髓尝尝，哎呀，上脑神器。